隐翅。我这个不是，我发现我这样的颜色会欺骗我的队友，对啊，我不是蓝队的，我只是有点红而已。对啊，我们同队啊。俺只是红了一点而已。哇，还是要太用力是不是？应该再轻一点。哇，还是爆！我们一直补到爆掉。我今天一直没有拖出来。蝴蝶飞不过沧海。哎呦，旁边有个断线。还是爆掉！这样气是不是有点少？别人又看错我，我是一台道具车。感觉不能再开了，再开就没气了。OK。右嘞，我的右嘞，右，坏了，真的怪怪的，
我又按不出来。靠！我刚刚真的有按哦。烂透了，今天一直失礼呢。我飞个石头给你们看，哎，没飞到。为什么我也没飞过去嘞？喂，再飞一次。有飞啊！这石头是真的，我的不是飞过去的吗？那个石头是真的啊！我以为我飞成功了，这个石头是真的啊！我操，所有都可以穿过去的，局。水质物件还不错嘛，哇！削到边，哎，是靠，看错路。来喽，我的水车！前肢呼吸，一只形状桥。哎，我是不是踩加速比较快啊？哇，太用力了！哦，哎，又来了！我不知道怎么，就今天一直压不太到那个按键。可以这样甩。